嗱，呢个真系我嚟噶，大家见唔见到啊？我瘦咗超多啊！呢两个礼拜咧，我瘦咗5磅，我个朋友瘦咗20磅，究竟搞咩呢？大家先留一样嘢先 ，Turbo 咩叫 Turbo 啊？呢个咧就系 Turbo 减肥法。我哋开嚟睇下，好啦，呢个 Turbo 丸入面有咩呢？就是一包入面咧有3粒啦，最紧要系夜晚食。咁呢3粒做咩呢？嗱，首先呢个咧就将咧长年累月好难减嘅脂肪咧全部减晒。咁第二粒咧就系咧将你咧系咧啱晒啲咧系咧好中意乱咁食嘢或者咧系暴饮暴食嘅 fans， 呢个咧系帮你啲脂肪咧再进一步减。而最紧要第三粒就系咧当你减肥完之后咧，令到你身体咧好多 energy 同埋瞓得超级好。咁所以呢个咧系一个咧特别吓特级。一个星期之后咧，系减好多磅数嘅 Turbo 丸，大家必定要试下。好啦，跟住嚟到呢度啦，点解我另外咧要见到条腰瘦得咁快咧？呢、這个咧系啦，我哋叫 Turbo 粉，大家留意 Turbo 粉先。因为点解呢个集中咧减肚腩嘅位置，呢、這个咧可以将你啲便咧全部排出嚟。第二样嘢咧系可以令到你咧有个酶嘅成分，令到你咧好后生。第三样嘢呢个咧可以阻隔咧碳水化合物，即系意思咧你咧可以饭前食，咁然之后咧将碳水化合物咧就咧减少变为脂肪，所以呢个咧简直系越食越瘦。好啦，两个宝贝，一个 Turbo 丸，一个 Turbo 粉，最紧要咧系咧想减得快嘅 fans 一定要留言，因为今日咧系半价优惠。